这个是手摇自行车，在这个上去之前呢，这个安全带先扣着，扣这个安全带，先把这个扣上去，哦，这个安全带扣上去。那这个呢是扣脚，这个扣脚你也可以两个脚一直扣，一个扣一只脚，以防说你在滑、你在骑的时候脚会飞出去。那再来就是说这个要把你的手扣好，然后这边也把它扣好，这样子，好、哦。那这个一定要切实的扣好，因为你下坡的时候速度很快的时候，你脚会挥出去，脚会挥出去，所以呢，尽量说一定要把这个脚扣好，哦。然后呢，它是用双手这样摇，它就会前进，对不对？那后退怎么办？后退就用手这样拨一下就后退了，哦。那这样前进哈、哦。那这个是有一点坡度，哦，这样就前进了，好、哦。那这边如果说你的，因为如果是上坡太陡的话，这边有垫可以压下去，它可以辅助你，哦，就比较省力一点点，哦，所以如果说像17公里海岸线它很长的话，就是这个垫子要把它打开，哦，以免都上车的时候你会爬不上去，那爬不上去的时候就要请路人帮忙一下推一下这样子，哦，停的时候就用这个刹车把它压住。哦，压住的话，它这个就不会动了，它就不会往下滑。要滑的时候，这个要把它放开，哦，放开就往前滑这样。